大家好，我是胡夫骑车，欢迎你再次换我的玩具开箱时间。我们今天的话呢，给大家分享一款很奇葩的作品啊，它是一款救急的合体机器人，它聚集了哥吉拉、超能力霸王、新世纪福音战士，还有假面骑士的一个救急合体。它是属于万代南梦宫的产品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啊，这是它的盒绘啊，非常帅气，很有冲击力的一个构图。隐隐约约你可以看到一些合体的东西，比方说这些绰号机啊。超能力霸王啊，还有中间的这个，以往都是狮子头勇者系机器人合体的，中间都是狮子头，但它换成了哥吉拉，然后它的一个假面骑士呢，变成它的一个头部的合体啊。那它的话呢，在2022年吧，我记得是年初的时候呢，做过一个宣传片，我当时有看到啊，还真的是非常令人感觉到雀跃的一个。但实际上，玩具的合体之后的样子呢，确实目前网上是一片的骂声。但是我们本着一个学术研究的精神呢，还是要自己玩过才知道啊。那包装盒的内部究竟藏了些什么东西呢？它的炮壳的正面这里，还有另外用一层牛皮纸做一个保护，然后内侧就可以看到那里头的内容了。感觉东西比我想的要小得多我们就一个一个把它拿出来给各位看一下好了啊，做一个第一手的开箱啊，我们直接将内容一个一个给拿出来。它有一张说明书啊，再次给各位看一下哥吉拉绰号机、超能力霸王还有假面骑士。那我们就把它的话这个炮壳很多东西塞的还是 OK， 这个一个一个拿吧啊，里头呢面积最大的是哥吉拉，大家再熟悉也不过的哥老啊，有一个包装盒包起来，那我们就给各位直接上看一下，尺寸还挺大的这个大概比一个 Deluxe Class 的变形金刚的话呢还要大得多得多，那整个身形来看，我看了一下这个。硬要我说的话吧，哥吉拉知道归知道，但是，对他的审美我也没有说到每一款都很熟悉了我感觉好像脖子是不是长了点，头稍微小了一点啊？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他的这个可以看得到他这个地方啊，他的两腿中间，就是应该说腿跟身体的中间这个连接杆的位置。好像是稍微长了一点点，等于是说腿离身体可能比较远一点点，然后脸的话我就不予置评了那其他的看一下它的一个基本的可动髋部尾巴掉了尾巴的话呢应该是迁就合体的时候呢会拔下来吧，然后脚踝也有一定的可动，它等于是脚前后动类吧，然后手的话呢是一个根部可以前后动，那这个手掌的话呢是，保持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就是然后头的话前后动一些些，那我们来看一下它能不能往前面趴一点是可以的但是头的话就没有办法，如果抬起来的话，一抬的话这个部件也喷掉，这个应该都是，很明显是一个拔叉变形的感觉那它的背鳍的话呢，背鳍的涂装。我觉得还可以这个红色的渐层有一点，还是有一点点这种，就是我不敢说是发光，但是烧焦的感觉应该还是有了还是有了那整体来说就有一种蛮强的山寨玩具的感觉OK， 这个日币定价的话，反正是两。反正换成台币吧，据说要4000多块钱这个如果不是朋友 support 的话呢，这个尽管它是四个很有名的 IP， 我还是没有办法这样子把它给吞下来。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新世纪福音战士的绰号机，我们把它拿出来。好，绰号机，说不上来我懂了，我知道了，这个绰号机，它的
就很像是，它不像，不太像真正的出号机。我觉得它有点像真人的 cosplay 的出号机。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脚，这个比例的腿的比例应该是真人的比例，而不是出号机的修长的比例。各位应该能理解我的意思。你看它的手臂这么的细的话，那对应这个腿真的是太粗了啊、哦，太粗了。那基本的可动脚前后踢啊没有问题，侧踢一点点影响。膝盖的话呢，造型的关系影响到，哎，有个双动关节，我看一下，这个双动关节可以提供将近90度吧啊。然后这一块，膝盖前面这个部件可以动，那这里也可以推一下，因为我还没有实际玩过它的变形，所以我不是很清楚说它有没有哪些隐藏的机关。来，我们第一时间放给各位看一下。手肘的话，啊，一个双动关节可以完全折下来。拳头的话呢，我来看一下啊，拳头，啊，拳头是可以转动的。那么它有一个结构，它的后面，抽号机好像有时候要插电，是不是？然后它的细节，那大家给各位看一下。这个脸的话，出号机，好，分色好像还可以。然后哦，还好。它头上这个天线是一个比较偏软的素材，基本上状况应该是不至于。那这个该怎么说，就是两个给我的感觉就是一种低龄的玩具的感觉，还是比较强烈啊。那但是毕竟本来就是玩具嘛，对，我们也没有要求那么多啊。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超人力霸王。哎，我怎么觉得这个超人力霸王和这个山寨的感觉怎么感觉更强了，更强烈了，是怎么回事啊？真的耶，这个，而且它的一样的一个状况啊，它的这个是腿一样，跟出号机一样是有一个比较粗的一个感觉，这个大腿的肌肉显然是有特别练过的啊。然后背后一样有个洞，这个洞我刚本来理解是说，出号机的后面是有一个要插这个连接的插头，其实应该是合体的时候要用的一个插孔，我推测了啊。然后我刚刚看了一些合会啊什么的，应该是说它的下半身会这么粗，应该是因为它是合体之后的，变成人物合体之后的大型合体机器人的小腿，所以它的这个单体的小腿会比较粗。然后这个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其实这两个家伙应该是有一点类似于同模啦，因为它两个都是一个合体之后的手臂的上半部，还有腿的一个小腿的部分，所以这两个家伙同模应该也是蛮合理的啊。那我的感觉吧，这个虽然玩具感很重，但是它有一种童趣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机会，就是说你可能会在，像有时候我会在街上，我们去吃饭，有时候会看到家长带小朋友，那有些小朋友手上就会抓一个玩具，抓一个可能是一台啊小汽车啊，甚至是这种就是超人力霸王的玩具，他就这样，他就吃饭的时候他就是一定要这样抓着，啊，我觉得这个有那种小朋友的玩具的感觉，啊，没有说给我感觉说很糟糕了啊。当然最残酷的真相是因为这不是我花钱买的，所以我可以站着说话腰不疼，好吧，对不对？这个啊 ，OK， 最后这个是假面骑士，那我们来看一下，哦，轮胎是真的可以动的啊，前轮后轮是可以动，这样子推移啊是可以的，然后上面人，哦，他的这个角色跟他的前面的这个把手啊，是一体的，所以说他就是只能够表演就是摔车摔出去吧，就是没有办法把它拿下来，没有办法把它拿下来。那我们也给大家补充一下，它还有哪些小配件。首先呢，福音战士的出号机有一对爪形的替换手，然后因为玩具不是我的啊，我就不特别再把它拆出来了。然后奥特曼的话呢，有一对的这个手掌手刀啊。
那除此之外还有 AT 立场，那这个部分的话呢是合体的一个零件，那它有一个特效的 AT 立场，那这个是给初号机装用的了啊。那另外还有一个，我们这个我只知道它是什么动感光波是吧，当然不叫动感光波啊，这是属于它的一个必杀技啊。那有一个支架，这个高度的话呢，哎，摆上去完美啊，非常的好看。那至于假面骑士的部分呢，它则是有一个透明的小小的一个支架啊，让我们呢能够把这个摩托车呢顺利的放在桌面上。然后作为主体的这个狗吉拉的话呢，就没有其他配件了。那我们来到它的合体的展示啊，从最简单的这个超能力霸王先把这个后面这个部分给打开，然后呢将这个大合体之后的人形的小臂给翻出来，拳头的话呢在这里面啊，如果抠不出来的话呢可以使用一下道具，然后呢胳膊的话呢直接往内推进来，推到底啊，记得把它整个正面翻下去，利用这个肘部的双动关节把这个手臂啊尽可能的呢给塞到身体里头，塞得越进去越好啊。另外一次也是一样的啊，直接的整面的给放进去，然后利用这个双动关节这样整个啊塞进去，塞得越进去越好啊，碰到的样子直接的把它给扣到底。好的，那不要怀疑它的头呢就真的是落在外面的啊。那么下半身的话呢比较简单啊，建议的话呢先把这个脚这样子推过来，推到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球冠呢还蛮容易去喷掉的，蛮容易去喷掉的。那建议大家是先把它给推到位，再把它合起来。好，那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合体之后，这是变成人形的手臂，这个是变成人形的小腿。初号机的变形呢跟刚刚的超能力霸王差不多是一样，只是它这个肩膀这个地方拔下来的时候呢啊，真的是需要用一点力气才能够把它顺利的给搬下来。那一样的啊，我们把这个下半身给分开，上腿部的话呢，因为它多了这个护甲，那这个护甲的话呢会影响到它的脚掌往上抬，所以我们要把它转到这个方向啊，如此一来的话呢再把它给往上面推上来到这边，这样就可以了啊。哥吉拉的部分呢要进行多部分的拆解哦，背鳍尾巴，然后呢后面的这个两个部件打开，然后呢把它的整个头呢给往前面放下去，然后这里再把它给折过来啊，这个会变成一个感觉是非常异形龙的一个感觉啊。然后呢它的腿部啊这个脚掌也要拔掉，最后的话呢就是它的这一块部件把它往下面推下来啊，它会有一个联动的装置，两侧会爆开，还有这个两侧腿的两侧呢有两层的这个部件啊，记得都把它给打开。那么刚刚的尾巴的部分，这个尾巴这部分我觉得好炫哦，你要整个拉开的话呢，哇，有一个非常华丽的一个像是展翅一样的感觉啊，这里。然后呢我们就把它的话呢这个地方我记得是要把它给扣在这个位置，那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它的一个其他的一个合体了啊。那首先我们把它跟初号机合体，按照合会的话初号机应该是在这一条胳膊啊，然后的话呢它的脚趾头再把它给装上去啊，希望我没有装错脚趾，把这个脚掌扣上去啊，这个超能力霸王就另外一侧的腿了啊，这样子把它给组合上去，这个没有什么很困难的啦。再来就是手臂啦，手臂也是非常直觉啊，直接的这样子看得到什么就把它给扣上啊，这里不容易碰到我们再把它给拉出来。这个超能力霸王就是在另外一侧的手了啊，这个感觉如果把这个头呢一直转到这边来看的话呢，看上去还是蛮恐怖的啊。它的 AT 立场呢会变形成 Godzilla 胸口的一个类似鬃毛的一个装置，它这里上面有一个凸，这个凸呢我建议先把它卡在上面卡进去，然后呢下面的两个凸呢要对 Godzilla 的这个下方，这里有个洞，两侧都有，所以是先卡住上面再来合下面这两个会比较好去做一个组合，因为上面如果你先扣好下面的话呢，上面那个凸呢基本上呢会非常的不好结合啊。那这里的话呢可能跟还是需要稍微要先练习一下的啊，先把上面稍微卡一下，好，这里 OK 了啊。然后呢刚从初号机身上拆下来的这个部件的话呢，这个时候呢把合体的时候呢就是扣在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凹槽的，这样卡上去就可以了。
最后的这个我来组成头部呢，就有假面骑士呢，终于轮到他出现了。先把它往上面抬上去啊，因为我们要把这两侧给翻开，然后把这个前轮呢往后面推，推到底，它会有一个卡住的一个感觉，卡住了，它不会往下垂。啊，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再从这里把它给作为一个组合，从这边到这里球形关节把它给扣下去。这个的话可能要稍微练习一下，这个球关的话呢是稍微有点偏紧的。扣好之后呢，我们再把这个假面骑士给往后面推一下。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大合体呢基本上就已经完成了啊。不过呢，它还有两个配件，就是这个出号机的 AT 立场，那它就会变成一面盾牌，把它给扣到这里。然后呢，刚刚的超人力霸王的这个光束呢，跟国际大的这个背鳍的话呢，这个地方做个组合，这里有一块部件平常是藏在里头的，把它给推出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可以形成一把超巨大的武器。所以说盾牌、大剑、还有合体、还有狮子一样的头部，以及好吧，还有大翅膀，各个种类你能够想象到的超级系机器人的元素呢，在这个家伙身上全部都拥有了。我想起了一个东西，在几年以前呢，有一本非常有名的叫做亚洲山寨玩具，这个里头呢收录了各种山寨类型的玩具，特别是以变形合体类的机器人是大宗。这个玩意儿完全承袭了那种感觉。它首先我必须说，它的本身它的重量很轻，而且这么多的这种空洞啊，你会有一种强烈的一种山寨玩具的感觉，绝对有啊，你很难不去联想啊，非常的就是反正就缝各种缝合怪吧啊。虽然说号称是许多巨大的 IP 合在一起，但它就是合起来就是这么一回事啊。尤其是我战犯就是你这个超人力霸王，对不对？我就觉得你的部分特别特别的山寨啊，虽然说这个脸还是挺帅的啊。那我已经不知道怎么说了啊，就是这个就各方面的一种缝合吧。这个头部的话呢，我们再把它给弄好。但是我觉得它这个一个假面骑士在头顶上骑车 ，OK， 也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喜感，一种乐趣吧。脸的话也是勇者系机器人，还是挺帅的啊。这个国基纳在这里的话，一副非常有喜感的样子，而且这是一个狮子头的一个概念。这个武器看上去很凶猛啊，然后一个不停爆出了一个能量的感觉，而且有这个带着脊背的护盾手啊，也是很厉害，又有 AT 立场，你说恐怕也没几个家伙打得赢他了啊。这个那可动的话呢，就是也不用多做展示，这个膝盖的话，这里不是转这里，是转这里啊，就位置有点下面。那我比较意外的是呢，他这个脚掌明明看上去就很小，按他的身形比例来看，他的脚掌真的应该是很小，但是的话呢，站立性却不至于太差，就是需要稍微去把握一下这个一个重量，它基本上也就不太会倒了了啊。那就是反正它就很非常地摊货的一种感觉啊，就是地摊货的一种 feel， 好吧？那好吧，喜不喜欢就端看你个人了啊。那今天的话呢，就为各位分享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